现在在瑞典，鸡蛋糕吗？我们打算这个站坐 taxi， 就不坐前面那个观光车了。前面观光车它是45分钟整个绕，所以那个不行，因为我们这个船下午4点就要起航了，现在已经是快要11点了。打算逛两个景点，所以我们直接坐 taxi 直接到目的地，这样子会快一些。这个是出租车，这个是棉帽。哎呀，小雅在多好，全程有她来给我们安排。For big car, normally we take 45 euro. 他这里，我们要换钱吗？我们要换钱吗？你要付钱吗？换钱吗？脸色有点干净。服务员好像。可以的啦。克朗币，他这边是讲的克朗币。全国通的啦。克朗币。你要说这个啊，那好，我们两个坐那。好，我们两辆车。来，小雅，我跟你坐。还好还有车。而且这种七座车，来，我们坐后面。我们坐这吧，是这辆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就这辆。那两个，那个不是我们一个公司的。不是他们一个公司的哦，他们两个公司。哎，我们是要坐这吗？对对对，坐这个。来，我给你。你们人啊，世界门都没开呢。大哥。你为什么？我发现你们都不会开。哎呀，船要走了，他不给我们说了。好，他贵，他那个贵了，我还要这样子的。这个贵一点吗？我等一下。Why？这个我喜欢这辆车，这个车有点像大卡车，面包车。好了，先走。老妈进去了吗？行，小进去，行小。不是，他是开到目的地40欧元，开到皇宫。皇宫40欧元是吧？哎，这个也挺好的，40欧元开到皇宫一个站。对，我们这么多人了，所以皇家戏剧院。对。哎呀，真的金碧辉煌了，这里。看一下，就这边的建筑，它是最漂亮的。然后前面那条街就是奢侈品大街，想要什么 LV 啊、Prada 呀、Chanel。LV、Chanel， 等一下逛来，我先逛完这些景点，再去看那些。对。他说这里的房价一万欧一平。建筑非常的。这个建筑跟芬兰那边有一点点不一样。对，被重新建的。这里就是皇宫了啊，在装修。不是这个面貌就这样子了吗？哦不，他要修完之后是这样的。哦，你说是一场大火？是一场大火烧了，烧完之后呢重建的。现在它是有将近不到700个房间，680多个房间，然后目前世界上仍然在使用的最大的皇家宫殿之一。
过什么大火把它烧成这样的？就是失火了呀。失火？哎，这几年的吗？1697年。1697年。对。到现在还在装修啊？失火、啊。请问这像新建的吗？这么古老的？那问题为什么这个在装修啊？没有，它外面一直都在维修。啊，不是因为失火啊维修啊，我以为这个维修是因为失火。吓死我！几百年前失火，到现在还没有装修好。然后我们到那个老城最有标志性的建筑物里边去照一下，那个地方打卡是一定要打的。好的，走了。来，全程给您录着。这是国王的那个啥？国王的雕像。国王雕像。哎，这国王长得还挺帅的。他是从法国借过来的大将军，到了瑞典当国王。啊，法国人哦。他叫卡尔·约翰十四世。那这个是法国人对吗？对，法国人。你看他的装束都不同。嗯，说一说呀。那个，哎，皇宫这边有个教堂，到门口看一下吧。然后等一下，我们是不是？教堂啊，没事。没有，如果是好看漂亮的可以进去拍个照的啊、哦、不不不，很小很小很小，那就算了。走，米兰教堂以后这些都不是事，前面也是教堂在装修，他说一般皇亲国庆的婚礼啊都是在这个教堂举行。我昨天看那个我就讲它里面的面貌是这样子是吗？大教堂也还凑合。小雅，它里面的面貌是这样子是吗？对对对。哦，我们看看图片，对，我们现在就看看照片，幻想一下，是吧？挺想象这里面的皇宫是长咋样的？是三个大教堂。哎，你要到此一游，需要在这儿拍照片吗？对，到此一游。哎，但我觉得这个皇宫从外面面貌看的话，一般。你看这些包集体扔在这，没有小偷。你说这边小偷很多，合适吗？扔在这的很多学生的包。对，赶紧拍一下，赶紧拍。对啊，你看。多么随意啊！那个包都不见了。或许是因为学生的包。这个包已经被全程已经收了一遍了。院里边你们要看一下吗？可以。走，看一下，然后我们再从这儿再出来。皇宫院，但是我觉得。走走好吧。对，我还怕阿姨丢了呢。会更放大不对。对，你们跟上啊，跟上我的镜头。如果要想看换岗的话，这个地方12:15会有换岗。换岗。对。换岗不懂。就换一个人呗，在那里看岗的人呗。他是会有演奏的，有个仪式的、啊、像英国 啊各种国家都有个仪式的嘛。啊，他换个岗还要搞个仪式啊？对，看着我。那来，你走起来。麦弟，你藏啥？给你来一句，我们像个老虎。你看，大炮准备好了。大炮哎哦，这里的是6月6号国庆，对，然后国王就从最上面那个窗户，从上面那个窗户打开窗户，然后出来给你们打招呼是吧？然后下面有人看吗？这下面有人吗？下面都有人，然后国王还会下来跟人握手啊。这边是国王是吗？还是？啊，就是一个仪式，但是他没有实权，所以他也没有什么保安呢、啊。然后你不许碰啊，不许接近啊，没有。差不多那个啥，每天换岗来，来了呢。换岗了，换岗了，换岗了。他就走，这边你看。哎呀，没有，他累了，他可以自己走，你知道吗？可以，你自己走吧。去土耳其是不是？啊，他累了，走一圈是吗？不是土耳其啊，他累了自己走的。他累了。他站累了之后，他可以自己溜达溜达啊，然后再回去。是这样子的啊？对，你们看，等一下他溜达回去了。嗯、啊，就这么走一走是吗？大家看一下他们，还要看看他们。他们要拍照。他是因为我镜头对着他吗？是的。大卫得跟着走。大卫得你跟上，大卫得。哎，不要理你。大卫得正式一点，大卫得。不要带有取笑的意思啊。大卫得。哦，来不来？你不知道吗？英国就是因为有个这样的取消的哦，那个打的场，哦，那个吓死了。哎，他就这么走一走是吗？啊，对。我觉得是走给我们看的吧。没有，他是专门就为了你拍照。对，看我对着他。他累了。他这样子。你还在拍吗？他说我再走。不是，他累了，走一圈，走一完一圈不更累吗？他的累是站久了累 ，OK？ 好吧。来，猜一下这个是啥建筑？人有在里面拉的，人站着拉的。啊，这是厕所啊！哎，我觉得这还没研究这种厕所。啊，这是男厕。女厕也可以来蹲里面。
苏碧，这里，苏碧，这个。这楼在这里面拉，那给他出来一下吧。哎呀，这个是厕所。这个是厕所了吗？就地解决。这是男厕。也听不到声音吗？你想的吗？男厕。喂，你站在旁边，我给你拍一张。来。来对。哪会请来那么多人？赶紧的，你去体验一下。对，他一出来，一直在里面。这个彩色房子是吗？你说的是？它是叫做四个大广场。这叫大广场了？对，最大的，老城里最大的广场。这一点广场就最大了。对。是的。然后这个有什么历史可那个的吗？它就是在16世纪、18世纪的时候修建的老房子。老房子。然后这些老房子，你看它的高矮啊，那个，然后它的外观啊，还有它的色彩都不一样。嗯。然后你看它外面有很多金属的那个黑色的，看见了吗？嗯。它是加固作用的。但是下面的话，全部都是小餐厅啊、咖啡厅、小饭店，然后上面的话还是正常的居民楼，所以这些房子还有在居住的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它是诺贝尔奖博物馆啊，博物啊，来诺贝尔奖博物馆，对对对，来带大家看一下。哎，它前面还真的有写着。对呀、啊，它上面的话是文学院，皇家文学院，就是莫言的《红高粱》被评奖是在这儿啊，在这里呗。然后对，然后下面的话就是诺贝尔奖博物馆。那莫言是来这里领的奖是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对，就是这个地方是给他评出来的。然后下面的话是1901年开始颁奖，一直颁到现在，然后很多的科学家的照片啊、介绍啊都在里面。哎呀，那是不是去打卡合照照一张去？